料瓶可以做凸透镜。我们把盖子拧下来，在上面画一个圆，然后把它剪下来。画好了一个圆、两个圆，然后把它用剪刀把它剪下来。把这两个圆用胶水把它封闭，把它封闭，但是要留一个小口，我们要往里面注入水。粘好以后要停留几分钟，让胶水干。我们要用注射器往里面注入水，然后再把这个注水的口把它封住。透镜已经注入啊，注入好了水，然后我现在观察一下这个字啊，看到没有，确实放大了。